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地产 Vincent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个全将军澳南最优质嘅屋苑 Monterey 嘅 house。我哋睇一睇个单位啦，2048尺实用。一入嚟门口咧，见到咧呢度有一个叫后庭嘅位置啦，然之后过嚟呢边少少，呢度咧系可以通到上去前面嘅花园位置嘅。好啦，入嚟一入嚟门口咧，右手边呢度有个 U 型设计嘅厨房啦。一般的家電全部齊曬，然之後門後面可以看看呢度，其實有個工人房嘅，同埋加埋一個叫做浴室啦，咁個工人姐姐可以喺度瞓嘅。好啦，嚟到個廳嗰度咧，其實呢度有一個客廁嘅，可以睇一睇。呢度有個地庫嘅，我哋可以落去望望，可以直通落去地下停車場。然後呢度又有兩個車位嘅，可以直接上嚟。好啦，然之後咧，你見到咧飯廳位置做咗一張大圓台啦，去招呼好多親朋戚友，絕對冇問題。客廳方面啦，距離感十分之足夠啦，呢度可以招呼好多朋友。然之後出嚟啦，平台嘅位置大約720尺實用，咁就前方係海景，向東南。我哋上去上面一層啦。可以睇一睇呢一間嘅套房先，見到擺咗雙人床，然之後呢度其實可以做一做衣櫃嘅。浴室你睇睇，用企杆式设计，厕所有窗，有埋湿宝。另外一间主人房啦，见到佢咧呢度有埋嗰个工作平台，有个露台啦叫做。哎呀，呢度开唔到，咁就由佢啦。然之后双人床放喺度啦，梳妆台。你個衣帽間之餘咧，呢度咧就可以入嚟浴室，有曬浴缸，有曬企缸，然之後雙星款設計嘅。然之後我哋去翻後面嗰度，呢度有個客廁，咁就又係企缸，廁所有窗，呢度其中一間睡房都係放到雙人床、衣櫃、梳妝台，絕對冇問題。呢度有一個叫做衣帽間咁嘅位置啦，我哋可以再上多上面一層。咁就已經係天台嘅位置啦。天台大約700尺實用左右，咁呢度燒嘢食絕對冇問題嘅。然之後行前嚟少少呢度。有一個澤姑前，呢度我話嘆睇住全海景，嘆住個澤姑前一路按摩一路睇，十分之寫意。如果大家對上單位有興趣，歡迎打俾我中原地產 Vincent， 拜拜。